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我是刘祝华。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带您品尝道地的台湾小吃。首先带您到新竹科学园区附近，这里有一间竹科人很爱的童仔米糕店。他们的米糕选用比较不容易胀气的长糯米，而且挑选了透明度跟完整度都更好的台湾米，吃起来香气十足，软糯适口。很多人也喜欢他们家的麻油鸡，老板娘拿手的麻油鸡特别选用了防土鸡肉，肉质吃起来口感比较 Q 弹，配上了一口薄薄麻油的清甜汤头，喝了令人全身暖乎乎。我们是竹科工程师，然后平常中餐的话会想要吃一些小吃什么的，我就会常来这间店光顾，因为这边就是种类蛮多的，而且好吃的东西也算品项算多，所以就蛮符合竹科人的口味这样子。竹科人龙鹅肉的小吃店就位在新竹科学园区后门，他的当阿兵哥不只是午餐时间的好选择，更是园区人都爱的下午茶凉拌。我们下午也是会跟他们团购，有时候下午茶的时候就是有可能有什么活动想要庆祝，我们就是公司会跟他们团购这些就是米糕，然后来吃这样。准备一单就下定700碗的当阿兵哥究竟有什么魔力？还得从选米开始说起。他们都会建议我们用进口的米去混台湾米，他们米粒在于透明度或是完整度都没有台湾的米来得好。然后说我们就是一直坚持下，不然其实这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有点变动摇，因为那个成本是加差蛮大的。我们的米糕是用台湾的在地的，就是大概是云林那边南部的长糯米，那长糯米比较不容易胀气，然后长糯米也比较耐蒸。生米蒸煮50分钟，蒸到9分熟，接着米饭加入油葱酥和酱油水拌匀，而这一步李佳颖也照着母亲的嘱咐，一定要手工操作。你在拌的当中，其实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蒸的当中有没有太熟，或是那个米有没有，也可以取决于我们第二次蒸的时间的掌握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是这样子下来。除了米饭，米糕里的配料也是口感和香味的来源。那我们虾米的话，就是当然也是有炒过，然后香菇、肉丝也都是有用一些调味料去做，调味料、酱油什么的，先去做拌炒。用米饭填满桶子后，就可以再入蒸笼，吹到米心熟透。油亮的米饭混着喷香的肉丝、虾米和香菇，截然不同的鲜味，让略带嚼劲的米饭更加有滋有味。撒上一把香菜，淋上甜甜辣辣的酱汁，吃来口齿生香，难怪令竹科人难忘。我觉得它主要是它的米哦，那个米心都会很透，我很怕吃到那个糯米米心是没有透的，一吃就打枪了。搭配他们自己的酱料，还有香菜的部分，其实整个搭配起来口感还有香味，其实吃起来会让我会一直想要过来吃这样子。除了招牌的当阿兵哥，老板娘拿手的麻油鸡也很受客人欢迎，选用 Q 弹的防土鸡肉，肉质才能久炖不烂。其实试过用饲料鸡，但是饲料鸡它会有一个味道，然后它的肉质也没有办法可以久煮久焖，这种鸡肉吃起来口感会比较扎实。老板娘还透露一个小秘诀，麻油鸡要好吃在于米酒要分3次加，头尾2次使用一般冷酒，关键的第二次则要使用加热过的酒。那我们酒会先温小温热的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如果全部都是生酒，我去煮到滚的话，那个酒味其实就不见了。起锅前还要加入枸杞提味，才能充分展现肉汤鲜甜。满满麻油香气的汤头将嫩白鸡肉完整包覆，香辣的姜味滚入喉中，让全身一阵暖乎乎。连皮带肉吮一口鸡翅，肉质弹牙香甜，油润口腔。我觉得麻油鸡很棒，而且他们有那个隐藏版的，因顾客要求，然后做那个真空包，然后请他先冷冻起来，然后我们有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便外带回家，就稍微隔水热一下就可以吃。会这么替客人着想，是因为第一代老板娘自己也曾经历过一段辛苦的日子，年轻时意外遭逢家变，因此更懂得感恩。这是我先生工厂被火烧掉，然后就也没办法再做起来了，就改行，就刚好我儿子那时候读明星工专了，他说门口有一个阿伯卖蛋阿伯哥不卖了，他说妈妈你会做油饭啊，你的油饭很好吃啊，我们把做油饭去卖。虽然一路上得到许多贵人相助，但当时苦于开店地段不佳，生意稀稀落落，直到遇到另一位贵人，刚好隔壁的商家他就跟我老公说，我带你去园区开发外送，他就从100多块帮人家送这样子，啊，一个公司订100多块、200多块都帮他送，他送到后来就慢慢有把名声传出去了。做出口碑后，用好手艺回馈给客人，像是这个将新竹当地有名的花生粉撒在一块块现点现烫的米血糕上，比一般米血糕更为软弹的口感，被香浓细腻的花生粉紧紧裹住，口味咸淡适中，是道 salty 的小点心。就是口味还不错，然后酱料也都还蛮够味的，然后猪血糕本身也蛮软嫩的。吃完这些台湾经典小吃，一定得来上这一碗道道地地的四神汤。脆口的猪肠配上饱满的玉粒，浊白的汤头是连小肠水一起熬煮才有的色泽，喝下肚清甜爽口，不油不腥。就是他们的香味很香气。很香，然后料又很多，然后就是可能说啊，冬天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就想要来一碗，就是让自己暖胃这样子。除了淡口的四神汤，略为浓稠的沙茶鱿鱼羹也很对味，鲜甜的鱿鱼条与掺杂其中的咸浓沙茶颗粒一拍即合，有着浓浓的台湾味。我喜欢它的勾芡，它不会勾得很黏这样子。有的会这样一团一团的，他们家的不会，然后很顺口啊。暖的不只是客人的胃，更是客人的心。从路边摊做到成为逐客人都认证的美味米糕，一家人的真诚让小小一碗米糕成为谷底翻身的奇迹。在台北的万华有一间海鲜面线专卖店，饕客形容说他们的用料真的很浮夸，像招牌的痛风海鲜面线，一大碗里头有中卷、鲜蚵、鲍鱼等等新鲜食材，一整碗吃下来超级过瘾。另外这碗老板形容专治选择困难症的消费者，这碗叫做麦公门啊综合面线，里头有卤炒过的大肠头、小肠，还有鲜蚵、小卷、皮蛋等等多重美味。有人说从没有想到过这些食材跟面线一起吃竟然如此对味。然后今天是慕名而来，因为我知道这家在网络上小有名气，这样，所以今天就很幸运的来这边可以吃到痛风面线。这样，这间位在万华西园路一段上的海鲜面线专卖店，招牌的痛风海鲜面线上头铺满中卷、鲜蚵、鲍鱼，一上桌就仙气爆棚。还有这碗麦根们，除了有鲜蚵、小卷，还多了卤炒过的双肠。熟客们还会点上这一支高粱香肠和面线做搭配，吸引许多客人闻香而来。就是你想不到要吃什么就吃这个，就什么都有这样。然后我自己觉得是说它那个面线跟那个浓稠度，然后跟那个香味是比较够的，然后加上它配料比较丰富嘛，用料实在，让客人赞不绝口。尤其是这汤底，老板廖祥辉每天都要新鲜熬煮。因为我们本身有用海鲜，我们也会卤肠子啊，然后我们当然也需要用到鲜蚵。那在我们调理这些烹调这些东西的过程，他们所有的汤都是一个精华，我们是都会把它收集起来。那我们再透过我们自己炼制的虾油跟一些香料，我们在煸炒之后入到汤里面，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一个面线的一个主体汤头这样子。
汤头浓缩了海陆精华，搭配的面线也不随便。面线当然我们基本上一定会稍微洗过，我们用的是日晒的面线，所以面线它本身有点咸度，那我们必须一定要稍微洗一下，洗去多余的面粉，同时软化面线。廖祥辉说，煮面线也有美感。煮的话，一定是要把它稍微煮到有点，就是让它有点胀起来，面体稍微胀起来，它会柔软度会更好。为了煮出浓稠而不烂的面线，其实廖祥辉花了很多心思钻研。他本来在科技园区卖甘草芭辣，却碰到大环境景气不好，于是转个弯改卖面线小吃。他先拜网络为师，在一边卖一边修正，调配出属于自己的味道。纯粹是，我就觉得面线可以是百搭的东西。对，当初就是一方面也爱吃面线呐。对对对，当然这个发想当然是，一开始我就是因为我觉得面线是海味，它应该跟海鲜是搭的。为了在市场上做出差异，廖祥辉决定跳脱传统框架，把面线当成日本料理在卖，像是煎盘上的中卷和鲍鱼都要特别炙烤一番。那穿烫到熟之后，我们拿上来，其实在表皮上我们还是会做一点，做炙烧天使虾的部分，我们虾头会拿去气炸，那虾身我们会去壳去肠泥，然后再做基本的一种一个炙烧，让它维持大概还有差不多三分熟的状态。这一碗海鲜痛风面线，上头的天使红虾、中卷、蚵仔和鲍鱼多到快要满出来，滑溜溜的鲜颗一入口，满嘴都是鲜甜的海味。整颗的鲍鱼 Q 弹有嚼劲，还有炙烤过的天使红虾，虾头烤得香脆可口。至于饱满的中卷，更是弹牙十足。海鲜我是觉得很新鲜，尤其是有时候会吃虾子的话，就觉得它的虾子是就是新鲜的，然后煮的那个熟度会比较刚好了。滚滚高汤穿烫小卷是许多老饕的新口号，廖祥辉坚持小卷一定要是整条的，绝对不能切。我们既然东西很新鲜，我们只要穿烫直出，它可以就可以吃到最好的的美味这样子。铺的满满的小卷面线，小卷刻意不去除内脏，整尾都可以吃下肚，一口咬下 Q 嫩弹牙，还带一点点脆脆的口感，品尝到最鲜美的滋味。小卷吗？小卷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得到说，哇，它非常的新鲜，而且整只的，在外面比较少看到像这样子整只的感觉这样子。每一碗海鲜面线都深受客人青睐，就算是传统的大肠面线，廖祥辉也不忘做出创新。我们会大火到滚之后呢，转中火，然后让它持续的去滚，去熬制。那熬到它差不多大肠头本身发泡了，就肿胀起来之后，我们就会关火。卤肠制作起来费时又费工，廖祥辉还将卤肠剪切成段，再与蒜头、酱油、糖翻炒出香气，直到七分熟，并保留加热空间。再就是用炙烧来让它完成之后的熟度，当然也是为了我们所要的那个梅纳的这种焦香味。这一碗什么都有的麦根门堪称海陆双拼，卤炒过的双肠酱香味十足，再搭配鲜颗、小卷、肉羹、皮蛋一起吃，层次感也很丰富。然后那个大肠啊，我觉得刚这个大肠吃起来也蛮有特色的，跟一般外面不太一样，然后看起来有点焦焦的。刚刚有稍微问过老板，他说这个是有很像炙烧过的那种感觉这样。大火炙烧，将牛五花逼出牛油焦香，这是廖祥辉专为不吃海鲜的客人所研发的炙牛面线。一片片牛五花带着微微焦香，在汤面浮上一层油脂香气，更增添了汤头的浓郁风味。汤头里多了一股迷人肉香，每一口都耐人寻味。美食是面对生活的万灵药，让廖祥辉回想起刚创业时的酸甜苦辣。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大家是都可以接受说，面线其实就是它就像
它就像我们台湾人一样啊，我们什么国家什么样的人种来，我们都可以跟它很融入嘛，对不对？那我觉得面线就是这样。美食无国界，廖翔辉接下来要继续融入各国料理元素，做出更丰富多元的创意口味，希望透过他的面线与客人真心交配。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带您品尝这家网购市场很热门的人气蛋糕。这家法式蛋糕早期从三峡起家，2020年底在台北南京东路开了第三家分店，招牌就是这款巧克力黑金砖，特别使用了高浓度72%的比利时巧克力跟法国巧克力做调和，吃起来香浓滑顺，甜度适中，一个月能够卖出上万条。另外，曾经获得了蛋糕评比冠军的无限乳酪，奶香十足的雪白乳酪，香浓不腻，而且还带有些微乳酸的滋味，搭配酥脆的饼皮，送入口每一口都吃尽满满幸福滋味。我在母亲节的时候特别到三峡去买这样的蛋糕，因为它蛋糕网红都很推荐。对，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台北现在竟然可以吃得到，所以超开心的。让人感到欣喜的法式甜点蛋糕，多年来获得顾客喜爱，甜点控为之疯狂的经典款巧克力黑金砖更是店里的人气招牌。黑金砖坦白说是我们的明星商品，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畅销商品。那这个产品坦白说，很多人都非常喜欢。那一个月大概几万条的销量了，那一年大概年收有一个大概1000万左右。会深受顾客喜爱，是因为每一个蛋糕都蕴含 Tina 想传达的心愿。我原来从事社工的行业，然后社工比较常常接触一些生老病死，我就觉得其实我可以尝试来做甜点。因为甜点可以很快的让人家感觉到放松、舒服、疗愈、幸福感。为了传递这份幸福，于是 Tina 邀请在法式甜点界有20年经验的师傅吴金龙一起手做幸福蛋糕。店里畅销的巧克力黑金砖，要吃来不甜腻，师傅特地选用昂贵的日本海藻糖取代传统砂糖，让味道更有深度。糖这个元素在做蛋糕是非常重要，那如果糖加太多的话，它又变得非常的甜，那所以我们选用进口的海藻糖来降低它的甜度，整个蛋糕吃起来它不会让你很死甜，那可是吃起来还是会非常的保湿跟顺口。在意口感的吴金龙在巧克力选择上也别有用心，坚持使用高浓度的72%比利时纽扣巧克力和法国巧克力，吃来才会浓郁又滑顺。其实现在巧克力的整个世界的供应量它也相对的比较少，所以说它的售价也相对性的高。我们在做它其实有七层的层次，对，有一层每有3层蛋糕，然后3层的巧克力酱，然后还有1层的榛果巧克力饼干。对，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7层？就是好吃的蛋糕，它层次啊非常重要，它层次越多越细，吃起来你就越细致。职人手做的经典款巧克力黑金砖，贴上食用金箔，看来像是画龙点睛，带来低调奢华的视觉感受。层层堆叠的巧克力蛋糕体，味道苦甜而不腻，层次相当丰富。味道的话，其实因为我自己喜欢吃那种就是很绵密的蛋糕，所以我觉得它的口感非常的好。然后香气其实它就是有那种 Godiva 的那种感觉，对对，所以可以吃吃看。巧克力金砖的巧克力很好吃，因为有些会很甜，就是死甜，他们家的不会，然后也不会太苦，那就是刚好。然后里面是榛果的，很香。口味受到客人赞扬，是因为每一款蛋糕的做法都极为细致。经典款无限乳酪用料上坚持使用天然乳酪做调和。我们用了纽西兰的乳酪，还有北海道的乳酪。那纽西兰这款乳酪它的特性就是说它的质地，对，可能会稍微硬一些，不过它的乳酪的酸味的香味，对，非常的十足。然后又搭配了北海道的乳酪，北海道它的乳酪它的质地是非常的柔和，然后奶香味是非常的浓郁。使用天然乳酪制成的经典款无限乳酪蛋糕，味道香甜浓郁，
切开厚度达3公分的内馅，吃来饼皮酥香，奶香味浓，乳酪宛如丝绸般口感，给人意犹未尽。另外，喜爱芋头的朋友也能选择芋见无限乳酪，同样绵密又香甜。坊间一般的重乳酪，其实我经常吃，但是一般的话，可能吃一块就非常非常腻口。但是这个我感觉我大概吃完60%都没有问题，因为它吃完之后唇齿留香，我觉得非常好。除了经典款蛋糕深受欢迎，这款淋上巧克力甘纳许酱，外观设计走极简风的极光纯黑巧克力蛋糕，也是每年母亲节的热卖甜品。那我的装饰就舍去一些奶油啊，一些很华丽的装饰，很简单，上面画了一道光，然后放了一颗星星，给人家一种很希望的感觉。设计透露出一丝奢华贵气的极光纯黑巧克力，轻盈的巧克力蛋糕有4层蛋糕体，3层内馅，层层叠叠的口感让人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因为它上面的巧克力是用非常顶级的巧克力，我们都知道好的巧克力其实是不会很甜也不会很苦，就刚刚好，它做得非常的刚好。让人爱不释口的还有使用北海道四叶乳品所以水域蒸烤法制作而成的北海道特浓鲜乳蛋糕。因为去过北海道的人都知道北海道的四叶牛奶是非常厉害的，那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牛奶，所以在外面真的吃不到，就很绵密啊，然后就是里面的奶香味也会非常的持久，你会觉得就是会在你的那个舌尖里面跳舞的感觉。店里除了法式甜点备受好评，传统糕饼同样获得客人认同，像是披着墨绿色外衣充满抹茶香气的碧螺春土凤梨酥，因为口味创新且独特，还曾获得台北凤梨酥节的优胜殊荣，是顾客心中最佳的年节伴手礼。一般的那种凤梨酥它都是用那种冬瓜的馅去制作，但是它是用真材实料的土凤梨，那吃起来会有一些凤梨的一些纤维感，就口感蛮好的。受到顾客青睐的法式甜点蛋糕店营业至今已经有11个年头，早期从新北三峡起家，一路扩展网络与实体分店，为了服务更多客群，2020年更开设了台北南京光复店，期望带来好的新气象。这家店我们的设计比较极简风格，也邀请了很多艺术师的画放在这里一起做展览，其中有一幅画是很知名的画家画的，他的画的画名活百合，我非常喜欢，这幅画的名字是叫盼望，我很希望我的甜点店可以带给人家希望，带给人家盼望，就像我们的蛋糕可以带给别人幸福感。给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Tina 由衷期望这份甜蜜滋味不仅能疗愈人心，还能品尝到店家的真情实意，让前来的顾客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喜悦。在桃园八德有一家人气手工牛轧饼店，老板说当初很单纯的想法就是想帮助栽种凤梨的农民，于是发挥创意，把象征好运旺旺来的蓊莱加入内馅，做成了旺来牛轧饼，吃起来味道微微酸甜，融合了牛轧奶香，口感香浓软 Q， 而且不粘牙，所以老少咸宜。后来为了抢攻送礼市场，还推出应景的红礼盒，店家也提供网络宅配服务，让旺来牛轧饼卖到全台湾。我要一个招牌的口味，还有一个旺来的口味，然后都是礼盒哦。这个就是我们的旺来的礼盒，里面有旺来牛轧饼、旺来雪酥饼和招牌牛轧饼，都是我们现在回购率最高的。红色的大礼袋抢眼又吸睛，里头装着招牌蔓越莓牛轧饼，而象征好运旺旺来的旺来牛轧饼，就是这个红礼盒，让客人不远千里而来。每次过年我都会来买个那个礼盒回去啊，给是说单楼这样子的。真的很有名，我觉得其实是最近近几年推出来，还蛮适合老中青的。这家位在桃园八德的牛轧饼，不管是招牌蔓越莓牛轧饼、花生牛轧饼、花生雪 Q 饼、巧克力雪 Q 饼、巧克力牛轧饼，都深受大人小孩喜爱。老板邱淑仁更研发新口味旺来牛轧饼和旺来雪 Q 饼，不止取名讨喜，用料也很实在。
金砖凤梨它本身是所有凤梨品种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最高，而且酸度最低的品种。精挑细选的凤梨干，邱树人很坚持，一定要用手工切。有时候我们手切的时候，比较容易感受得出来它的细腻度，还有它的品质。因为机器切有时候一整块，有时候可能没切到啊。手切的凤梨干飘散浓浓果香，邱树人这么坚持手工切是有原因的。你看，像现在这样子大大小小的，跟刚刚的那个块状比起来，其实它可以更充分的混合在牛轧糖里面。就在这一拉一半之间，浓浓的牛轧透出乳白色光丝。邱树人说，时间的掌握很重要，必须要在尽快让它在还在热的预热的情况下，让它赶快搅拌均匀，不然它冷了之后的话就会变得很难拌，然后口感就会不均匀。一手抓起拌好料的牛轧馅，再叠上牛轧饼做成夹心，每一块都要压得牢牢实实的。说起为什么会研发凤梨口味，邱树人说，纯粹是想帮助农民。我那时候农民的生计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那时候想说，哎，那我干脆就来做做看凤梨口味这样子，然后将比较特别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到农民的生计。用疼惜农民的心，做出象征好运旺旺来的旺来牛轧饼，酸甜的果肉口感伴随奶香浓郁的牛轧，在入口即化之余，饼干的咸香滋味让人回味。很符合我的需求，嘿，我很喜欢，嘿，吃它不但吃得到那个金砖凤梨的颗粒，而且那个凤梨的香是很绵密的，就是吃完之后你的会唇齿留香的那种感觉啦。这一道又是满是香气，勾人食欲，特别是云林和彰化产地用真空包装的花生。如果它接触空气太久或是潮湿的话，它花生很容易有油耗味出来，然后这个会造成我们的食品不新鲜。像花生的真空包装跟那个裸装的那些落差，其实就加了差了将近两三成左右。也要追求新鲜品质，他更坚持熟碾的花生更能压出细致的坚果香。还有锅子里用隔水加热慢慢融化的牛轧，也要抓好时间起锅，这就是香 Q 不粘牙的原因。让牛轧的温度上升，确保不会有某个不局部或者是局点就是温度太高，造成牛轧硬化。不仅时间火候缺一不可，就连搭配的花生粉和花生粒用量也毫不手软。我们这口味一开始是被咸到咸得很彻底，有客人会一直给负评，但是我们也没有去顶嘴或者是反击，我们就是参考就是客人给的意见，然后所以之后在原料或配方上面去做调整，所以做的才有刚刚提到的就是放双倍的料，让花生气味更浓。改良后的花生牛轧饼，每一口都越嚼越香，吃得到饱满的花生颗粒和花生坚果的浓郁香气，搭配咸香的饼干，很爽脆。他用的花生就是云林的，就是很道地的、很大颗粒的花生，大粒个好香嘿。所以因为吃的就是那口感真的很绵密，你吃了就忘不了了。香浓好滋味，让吃过的客人都印象深刻。邱树人在尝试做出新突破。我们这边选用的是美国经典巧克力饼干，但是我们不能捏太碎哦，就是捏太碎的话会造成我们在擀雪酥饼的时候那个空气感太小。空气感决定酥脆度，只见邱树人使尽全身力气，从大面棍换到小面棍，来来回回擀压好几回，直说这个活儿不轻松。像一开始我自己在尝试的时候，整个手全部都是红肿，就是起水泡的，就是这其实这个纯手工是蛮费劲。双手的疼痛让邱树人体会到创业有多么不容易。原本在韩商科技业上班的他，常常帮韩国人买台湾牛轧饼，心生好奇而萌生创业念头。我想要做出跟市面上不一样的牛轧饼，然后这个牛轧饼是软 Q 不粘牙的之外，而且我们这边还有强调就是有减糖一半。减糖后的雪 Q 饼更吃得出巧克力的香气，口感扎实又软 Q 不粘牙，迷人的巧克力饼干与咸饼干互相搭衬出咸咸甜甜的风味。胶带风箱声此起彼落，堆得比人还高的牛轧饼正准备送上物流车展开出货。如
上的好成绩都是他一步步累积来的。那时候大概一个月营业额大概一万多块，一开始。那你有没有很沮丧？有啊，为什么一万多块我们干嘛？我出去当兼差的话，跑熊猫、跑 Uber 都不止这个钱。然后是什么让你坚持下去？会一种信念吧，就是不服输，就会觉得我今天就已经踏进来了，我希望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有志者事竟成，说书人的努力让家人从反对转而支持。他在结合实体店面和网络宅配双管齐下。说书人说，未来他还要透过无人不见的网络，将这份美好滋味传递到每位客人的手上。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台北有一家海鲜小吃店，客人形容说，来这里吃海鲜啊，就像在挖宝，因为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像这道不要问鲜鱼汤，看名字令人一头雾水，原来卖的是老板亲手海钓回来的野生海鱼。像石狗公鱼汤，鱼肉比一般养殖鱼更加细嫩，清蒸的澎湖石老鱼，鱼肉富有非常甜美的油脂。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来这里，除了吃海鲜，还会搭配他们的白斩鸡跟鸡油饭，堪称是黄金组合。就是我来这边，我都会一定会点他的鸡油饭，然后鲜鱼汤跟白斩鸡。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老板自己有在钓鱼，他对鱼很专业，所以吃起来鱼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店里的海鲜小吃让饕客吃了赞不绝口，是因为鱼货都是老板出海钓回来的野生底栖鱼。客人来店里吃饭就像是在挖宝，每天都有不同惊喜。我们的鱼货原则上每一天来的钓的鱼都不一样。我今天有，其实有竹甲，对，竹甲鱼，然后玳瑁石斑。郭顺正海钓资历超过20年，他说海钓鱼不同一般的养殖鱼，每一只都是渔夫辛苦钓上岸的宝物，产量少，价格不菲，所以有一只钓的说法。像是这位藏身海底300公尺的石狗公，就是许多饕客秒杀的抢手货。第一个它是深海的，再来就是说它肉质上来讲比较有一点点 Q 度。煮鱼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点非常重要，一定要冷水的时候下鱼。第一个，鱼皮不会破；再来就是说，它不会遇到高热，马上肉质就紧缩。每天新鲜现煮的不要问鲜鱼汤，北美的石狗公配上蛤蜊和葱花，简单的滋味却足以令人回味再三。我觉得它的鱼肉是比较 Q 弹的，就跟我们一般就是市场买的鱼有蛮大的区隔。它的鱼汤跟人家不一样，因为它是用鸡汤去结合鲜鱼，用鸡汤做汤底，所以比一般的店煮起来又更上一层楼。让饕客闻香下马，还有营养丰富、不含胶质的小型底栖鱼玳瑁石斑，鱼皮 Q 弹，鱼肉细嫩，肉质又带了点 Q 度，很适合熬汤或是清蒸。石斑鱼的肉质当然是胶质量很高，非常 Q 弹，有那个胶原蛋白，最适合老人、小孩、女人吃了。对，所以石斑鱼台湾人的最爱。在后场杀鱼准备炖鱼汤的老板郭顺正，早期是日本餐厅的怀石料理师傅，会决定放弃稳定收入自己开餐厅，是为了完成刚过世哥哥的遗愿。其实他也来不及交代事情，一天的时间他就走了。其实我们兄弟从小感情就不错，然后我一直知道他喜欢海钓的工作。其实开这家店主要是要帮他完成他的梦想。郭顺正的哥哥几年前因病去世，以前兄弟俩时常相约钓鱼，海钓不仅满足他们乘风破浪捕鱼的乐趣，更培养出兄弟之间的深厚情感。我跟他做兄弟做了将近快50年，前面的40几年可能还没有这发回来的这2年多讲的话还多。其实我有点想他。
郭顺正语带哽咽，是因为他想起和哥哥一起快乐捕鱼的日子。他把这份思念转化成开餐厅的动力，每道菜都是兄弟俩一起成长的味道。鲜美上桌的清蒸鲜鱼就是郭顺正最难忘的美味，鱼身艳红的石老鱼，简单撒点葱花和辣椒丝，吹蒸之后散发出的鲜味就足以令人多扒好几口饭。他好像是今天是用结合破布子，味道很甘甜，这种可以把鱼的最鲜新鲜的鲜味给提出来。搭配饭的话，那当然是一流的啊，所以来有这一道我一定必点。清蒸鲜鱼让客人吃得有滋有味，背后有郭顺正惦念哥哥的味道。为了重拾这股难忘的滋味，他想起兄弟俩从小就爱吃的白斩鸡料理。把鸡清洗干净以后，那我们就是滚水完下水，就是三进三出。那为什么要三进三出？其实就是要让它腹腔里面的温度跟外面的温度其实是一致的。鸡肉经过热水慢慢焖熟，表皮油亮，弥漫出鲜肉香气，接着再放到冰水慢慢冰镇，锁住肉汁。鸡肉经过热水膨胀，冷水收缩，变得紧实有弹性。表皮油亮透着闪耀光泽的水晶皮白斩鸡，一入口皮 Q 弹嫩，肉质细致不干柴。这盘鸡肉会称作水晶皮白斩鸡，是因为鸡皮下方有一层冰冰凉凉的微咸鸡冻，搭配鸡肉吃来软嫩微 Q， 滋味咸香，是不少饕客的嘴里珍馐。白斩鸡的话，它非常嫩，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刻板的印象说土鸡肉会很嫩，其实不会，它非常的嫩，但是又 Q。那鸡皮跟鸡肉中间还有那种就是像胶质的水晶冻那样，对，然后所以其实非常的爽口，然后又非常的下饭。熟客吃白斩鸡还会点这一碗鸡油饭和一颗半熟的荷包蛋，把鸡蛋放在饭上，轻轻地用筷子戳破蛋黄，浓稠的蛋液浸湿了每一口饭粒，一入口香浓稠滑的口感令人难忘。口感那当然是非常的香，非常的香啊，让我怀念起以前啊。现在人就喜欢追求古早味嘛。令人想念的传统味道是郭顺正帮哥哥完成的心愿，就算生意路上曾遭受挫折，他仍坚持下去。那疫情那个期间的确损失惨重，那对我来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其实我对待客人就是两个字啊，叫款待。其实我把每一个客人都当作自己的家人，用做给家人吃的心情制作海鲜小吃，每一道都要求鲜美，是郭顺正对客人和哥哥的承诺。当我有办法煮饭给我的家人吃的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看到客人把桌上的食材都吃光了，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成就感。如今小店生意逐渐步上轨道，做出了好口碑，郭顺正更希望海钓鱼的味道能分享给更多客人，因为这股滋味不仅鲜美，更有他和哥哥一同坚持的美味。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接下来我们要带您来到台南的温泉乡关子岭，来个精彩的一日游。关子岭早在日治时期就有台湾第一泉的美名，这里除了有优质的泉水之外，建筑很有日式的风味，像充满日式风情的大成殿，由日本宿舍改造的台湾木材故事馆等等，随意逛逛都让人有穿越时空的乐趣。来到山上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山产料理，当地人推荐口感 Q 弹的红烧山猪皮，还有用山泉水烹煮的砂锅鱼头，都是游客必吃的美味。也气味好啊，那种食起来口感吼，伊阁有像迄个山水的甘的甘味，会带这个甘出来啊。客人意犹未尽的滋味，就是这一锅使用关子岭山泉水料理出的砂锅鱼头。看看锅中满满好料，被大火煮的咕噜咕噜弥漫鱼肉香味，这香喷喷的味道直叫人食指大动。酥中带软，很香，然后里面的一些料呢非常搭，很搭，
所以吃起来就会感觉，再加上配那个饭啊，小孩子也喜欢吃，大人也爱吃。特别勾人食欲的山产野味，还有平地餐厅少见、口感 Q 软入味的红烧山猪皮。看起来啊，像个白菜头，啊，像个迄个冬瓜，食落嘴感觉安尼，伊就拢会安尼会融化，会无去安尼吼，足想要搁加经验一滴来吃安尼。游客来到关子岭，除了品尝山产料理，还能来到这一家犹如仙境的景观咖啡厅，因为这里呀、啊、可以看到全台南海拔最高的大洞山无敌美景。它很像水彩画，就是它是渲染过去的样子，好像是大洞山跟砍头山，然后它是就是一直延绵过去的，对，就看起来很舒服。一眼望去，壮阔迷人的山景尽收眼底，看得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来到咖啡厅，当然不能错过老板使用红西湖萃取出的台南东山黑咖啡。红西湖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小时候读书的化学实验，先把水煮开了以后，底下真空把水往上顶，然后在上面大概焖煮一分钟，焖煮完了以后把火关掉，然后它会往下掉。啊，然后煮出来的咖啡才会非常的浓郁香醇。红西湖煮出来的咖啡，它的咖啡油可以保存下来，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香醇。咖啡的味道跟口感，就是第一口喝下去是咖啡香，然后很顺的就进喉咙里，再来会飘出一点像是果香的味道，那就会一直留在口腔里。喝咖啡搭配的点心，有店里热卖的冰淇淋松饼水果总会。这个松饼是我们新做的松饼，搭配我们当地的水果，就是这个水果是我们当地生产的。喝着黑咖啡搭配的甜点，那个味道非常的融合。香甜的松饼搭配酸酸甜甜的水果凤梨，一咬下果肉喷发出的果汁，结合甜蜜松饼，吃来甜而不腻。配上一口香醇咖啡，真是一大享受。享用完下午茶，游客们还可以来到这一处拥有日式氛围的大成店，和家人朋友散步踏青，不用出国就有一秒飞到日本的感觉。它的特色建筑是日本的那个建设，好，啊，过来家来佚佗哦，感觉环境真好啦，空气够真好。从早期的日据时代，大概1941年左右，他就造了一个那是供奉他们的神祠，然后后来日本人回去了，我们这边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把改成那个孔子庙。环境清幽的大成殿，现在是关子岭地区的旅游资讯站。这边还有一座栩栩如生的人形雕像，是特别纪念曾经创作歌曲《关子岭之恋》已故歌手吴敬怀先生的纪念小公园。柳营区的那个吴敬怀先生，他是做一些以前早期后的日本歌曲跟台语歌曲的作曲作家。带朋友来这边旅游，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美好，然后心情上就做了这一个曲目。游客在石雕打造的关子岭之恋艺术雕刻墙面前开心合照，一同回忆起红极一时的美妙乐章。参观完大成殿，隔一条马路还有日式建筑改造的台湾木材故事馆，能好好探索台湾林业历史的丰富内涵。为了推展国产材，增加台湾民众认识台湾木材的机会，在关子岭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日式建筑，嘉义林区管理处新设了一个台湾木材故事馆，介绍台湾的木材。由老旧日式宿舍改建成的故事馆，室内木作以块木为主，所以一走进来就能闻到淡淡的块木香。它原来是早期在1946年的时候，它是办公厅舍，后来变成宿舍。那在108年的时候，我们把它整修为现在的台湾木材故事馆。它是整个规划的概念是以木器具下去做规划的理念这样子。其实我刚刚一进来是闻到的是块木的味道，很古典的那种味道，一进来你就会觉得说很温馨的感觉。走进故事馆，看见形形色色的木材样貌，了解国产木材的生长故事，体验被块木香围绕的舒服感受。游览完还能走到附近的伴手礼商店，品尝小米制作的香 Q 马吉。好，在这里我们只要一来都会来，就是吃完饭就会来带这个点心回饭店吃，然后泡个温泉，然后
泡完之后就可以享受一下这个小点心这样子。模样讨喜，三颗一串的综合小丸子，有咖啡色黑糖、黄豆色花生口味，包裹着黑糖粉的寡吉，外皮香 Q， 内心甜蜜香浓，花生口味一入口，咸甜滋味沁入心中，令人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它的口味的话有黑糖跟花生，然后它比较不一样，跟市区不一样的，他们是小米的，所以我们来买的时候，它会教到我们要把它冰起来，会 QQ 的。想要品尝不同口感，还能试试看寡吉综合拼盘，有绿豆糕、黑糖红豆卷、黑糖红豆抹吉、黑糖芝麻抹吉跟黑糖花生抹吉口味。它的话都不会太甜，对，而且它是外面很 Q， 然后里面的颗粒也很绵细这样子，然后老人家吃也不容易噎着，然后也不伤胃，我觉得很好。游客开心品尝甜美香 Q 的小米抹吉，享受关子岭的甜蜜滋味，再来感受日式建筑的大成殿和台湾木材故事馆，再品尝香气满满的砂锅鱼头和 Q 软香浓的红烧山猪皮，最后喝杯咖啡，欣赏壮观美景，为这趟关子岭之旅做个漂亮 ending， 留下满满回忆。关关阿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非凡大探索。如果观众朋友对今天的节目有任何资讯上的问题，可以到非凡大探索的脸书粉丝团留言，或者是订阅非凡大探索的 YouTube 频道，会有更多样的美食资讯。我是刘祝华，今天感谢您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跟您见面。